现场有愿意娶我的吗？我现在就嫁给他。听说新郎逃婚了。你别着急，我马上过去。又是你那个白月光吧？婚礼都要开始了，到底是他重要还是我重要？你烦不烦啊？你今天要是敢走，我立马找别人嫁了。我就不信除了我还有人会要你。现场有人愿意娶我的吗？丢死人了，这谁敢要啊？就是我。老板，迟总，你真的要娶我吗？这样我就不用被家里催婚了。也好，反正只是搭伙过日子。服务员买单。我已经买过了。你用亲密付干嘛了？花了我66块。应该是买东西自己扣的，我没注意。你就是惦记我的钱，还找这种借口。真不是，我现在转还给你。这可是你自己不用的啊，不赖我。那我也给你吧。以后这些花销我来就行。还有这张卡你拿着，想买什么就买。你干嘛？不懂得尊重别人隐私吗？你是有什么不敢让我看的吧？一天天疑神疑鬼，有这时间还不如多收拾自己。皮肤又黄又干，看见你就烦。你手机响了。你帮我回吧，密码是你生日。是张总，周末约你打高尔夫。你跟他说没空，周末我要陪老婆。下班了，去吃饭吧。也不知道他怎么勾引的迟总，早上我还看他从迟总身上下来，什么眼光啊，竟然看上他。阿森，你来干嘛？我来接你下班啊。瞧你这副鬼样子，存心来丢我脸的是吧？看看别人，再看看你自己。我先走了。不用了，迟总。不是什么迟总，我是你老公。以后再让我听见你们议论老板娘，后果自负。怕我给你丢脸吗？打光棍的人那么多，我能有这么漂亮的老婆，可有面子了。噔噔噔噔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雪柔雅美白精华水。我看你最近皮肤都不是很好，脸上还有一些斑斑点点，所以我特地去做功课了。你应该都不补水，这个里面蕴含烟酰胺精华，能美白淡斑，滋润保湿。像皮肤蜡黄、脸上有斑斑点点的都可以用它。这东西能淡斑？对啊，它可是带有国妆特质的。这么好，一定很贵吧？不会啊，今天商家做活动，两瓶精华水才79.9块。重点是今天下单的商家还送一个电动助阳仪，这个搭配精华水一起用，效果能更好。像很多女孩用精华水都是直接用手敷上脸，不卫生，效果也不好。但有了这个助阳仪就不一样了，它能通过特别的分子过滤压缩技术，直接把精华水转换成小分子喷雾，均匀的喷在脸上。比起传统补水方式，用它会更安全卫生，还提升了产品体验效果。这么好的东西真的送吗？这一套都要好几百吧？真的送，在评论区就能买了，你不进去看看？好舒服啊，以后我在空调房可以多用它补补水。千万别给我省，用完了我继续给你买。皮肤又黄又干，看见你就烦。原来被宠爱是这样的感觉。这里要修改一下。哇，雨桐姐，你的皮肤变得好好啊。你好，我约了你们迟总谈项目。是你啊，你肯定是知道我会来公司才特意打扮的吧。其实只要你跟我道歉，我可以原谅你，跟你结婚。大白天的就别做梦了，我已经有老公了。你跟迟总，你们离开你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。迟总，他根本配不上你，你都不知道。那是你自己的问题，跟他没关系。至于合作嘛，你不配。喂，迟总，迟总，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这人写的跟你好像啊。是我写的。